张敬轩一连八场红馆歌唱来到围场，获周慧敏、王婉之、欧阳妙之、汤怡、周佳怡、泳儿、艾妮、杨寿辰夫妇等撑场。轩仔在歌唱上，其中一个黑色蕾丝露背装加高跟鞋造型非常吸睛，跳起容祖儿的桃色冒险非常有感觉。不过轩仔就说下次歌唱更想露背肌。当然有惊喜了，轩仔除了首度献唱网游主题曲之外，知道歌迷不愿离场，决定三度 encore。 再走近是我完全难自禁，就算知道实在太愚笨，到底一刻也算是缘分，天地沦陷如真是痛苦中一时兴奋。因为疫情关系，轩仔决定于12月6号加开售票网上场次，包括三个价钱的门票组合，最便宜38元港币就可以见偶像了。